我到我那个国小同学家了。哎，给你，한개주세요。好啦，我知道。한개주세요。我知道。然后朋友说，就是他叫叮咚 Wap， 是因为他最后就是送餐的时候，就是会叮咚，然后那门就会打开。好期待哦！感觉要好了。试试看，好。哦，多少钱啊？2500。哇，便宜对不对？超便宜。好吃吗？嗯，很脆对不对？嗯，优格口味，很好吃哎。我们两个现在呢要来逛的就是韩国的二手拍卖市集。你要用韩国，你要韩文。然后你要说你是谁？你中意咪哒，你中意韩国明星吗？在那里认识的。我们是 O D F O 满纳所有。初中那个通常国小同学。我们在搜。啊！可以填那个吗？一母。一母赛哦。哎。现在在高阳市，然后顺便路上随便逛到一些那种卖杂货的地方，对，然后就发现啊，就是韩国其实有很多这种偶像小卡，你知道，就是在台湾的话，就比如说西门町啊，上面不是毕书尽啊，罗志祥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 Red Velvet 的贴纸吧，但我觉得这一排让我看就觉得很美。好，那我最近很喜欢妈妈木，来帮妈妈木。是一间9900吃到饱的 Sakura 的店，然后呢，我们这已经在 Sakura 的时候，大部分我觉得肉质普普，但是可能价格便宜，适合学生吃。可是，在高阳市这边吃的 Sakura 是它便宜，但是肉又好吃。然后我们今天是跟朋友一起来这边清屋，然后这是清屋的呢，叫清屋。安妞，来这边啊，虽然距离首尔大概40分钟，但这边物价超便宜的。我觉得算便宜，因为其实我身上今天买的这件衣服啊，如果在 Hongdae 买的话，可能一件就要4万块韩币。可是我在这边买，它一件才32000。在这边目前吃的东西没有一个是累的。而且这个肉啊，我就觉得像是在 Hongdae 吃单点店，点这样大概要，我觉得一个人要20000块。然后 Hongdae 吃到饱的店就是肉不太好吃。对，虽然是很便宜，适合学生吃没有错，但是那个肉质吃起来就是。相较起来会觉得它真的比较好吃。对啊，所以说住在首尔真的很贵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吃的就是香菇辣汤的刀削面，然后今天是朋友带我们来吃，然后也是我们最后一天待在这边了，耶！这是待会的饭，吃完汤的时候在这边。啊。阿婆跟爸待会就是当作是炒饭这样吃，对，然后现在等这个汤滚，看一下，哦，感觉很辣，耶，我们的面已经煮好了，长这个样子，蛮香的，
捞捞捞香菇，捞香菇。长什么样子？大海胆。哇，感觉超辣的。有一点。很好吃，而且面就是不会太软烂，对。然后待会吃完这个之后呢，就要把这个饭倒进去，就会变成是那种炒饭的感觉。啊！我们之前看到的炒饭大部分都是用那种平的那种锅子炒，可是呢，它这个是用那种煮汤的锅子炒，就是第一次看到特别。那里有放一点这个汤，这个汤一汤匙。哦。啊、我先吃，我好饿。你有闻到一点点味道吗？香菇。这碗是什么？鹅阿汤，小心！鹅阿汤的那个排骨酥，超喝，这个比这好，超赞，比较好喝。它可以吃吗？可以吃。哇！吃一口看看，吃一口，跟大家说这什么味道？而且有一种就是那种锅巴的香气吗？就是很香，而且跟一般炒饭不太一样，因为一般炒饭其实超油，对，可是这个就不会很油，一点都不油，然后就很香，对，很香，然后再喝一碗口这个，再喝一口这个，哦、oh, ，very good。